看起来他有一点紧张，很紧张吗？好像比昨天好一点。好像一直在发抖。好，你几年级？二年级。现在一升二了哦，已经变成二年级啊。那大概是大二的时候来跟老师学钢琴的，那现在已经变成很棒的小帅哥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表现一下，你今天要弹什么曲子？你有没有想要向星星许愿什么？今天弹得很好，好吧？好 ，OK， 加油！好，来为他掌声一下。谢谢大家。